主料玉米须100克，辅料贡菊10克，枸杞5克，蜂蜜、水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玉米须洗净，玉米须放锅里添水煮5分钟至茶汤黄色，茶碗里放入贡菊和枸杞，将刚煮好的玉米须水倒进茶碗晾凉后加入蜂蜜。烹饪技巧，这款酱鸭茶还可以和野菊花、决明子搭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